手上拿的这个网是一个5米高啊，4指的网眼的网，10公尺的网，这是一个网眼吧，稍微偏大啊。然后，但是这个网眼吧，就是为了打这个深水啊，抓大点的鱼，是不是？然后也是用了一个细线啊，这个网线吧，用的是3号线来的。底下这个网的链条吧，配的是不锈钢的链条啊。咱们撒一网看看啊。轻轻的一转啊，这个网就打开了，是不是？撒开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啊。看看这网会不会有鱼啊？好，已经到底了啊，已经到底了，可以开拉了。来看看有没有鱼啊！哎，有鱼，有鱼，有鱼，看到没有？啊，鲢鱼，上钩了啊！3条，看到3条了。哎，刚刚吧，表妹啊，一直说这个网眼太大，打不到鱼啊。看看这网，不是打上去了吗？是不是啊？来的。哎呀！这边鱼不小吧？看看，哎呀，这个1斤多一条的，还没有呢。这个鳊鱼，可以嘛？是不是？不用。看没？我们在这个打河自己啊，来撒一网啊。这里是有一个岔河，是不是？当时用来探索一下新地方啊，来，试一下第一网看看啊，还可以啊，网的话呢也是全开了。一只两只啊，下面还有没有？下面还有好多那个黄鱼，小黄鱼，可以啊，这里赶紧有虾了，有鱼有虾啊，朋友们，好多好多那个小海鱼。